赛车夫已经在那边等待了。林书伟代步的三分线出手空心传，而且他急停的命中率也很高啊。林书伟同样的招式，被判之后的表情会认为都自己没有犯规了。那球迷有时候会替球员叫屈啊。哟，富邦的快攻来了。林书伟外线再来一颗，艾德收球找人，哇，又被林书伟给点掉。林书伟现在边走边看边，前面有张渊。哇 ，Kiss 逮到机会又往里面抹，但是 Wide Open 的机会在林书伟手上。林书伟，小孙再回给林书伟，三分线再出手又来一个，一个要攻一个要守，首先要到林书伟往里面走，卡里奥，又往前一个高抛之后交给林书伟上篮得分。哇，这个功劳真的刁钻型跟。这种力量型的，不过他这种阴柔球风也蛮有用的。哇 ！Kiss 身上，回到林书伟，转身之后空档交给 Tony Mitchell， 快点得分，好球！今天这两名后卫的对决确实也精彩。再来，心脏地带又尝试的抛投得手，这是有林书伟，左边底线，右边底线，三分球有。错林书伟。包括 Mitchell， 哇，陈立焕的手一直在他的视线范围上，哇！这个林书伟，面对陈立焕垫一步之后起身插门得分，哇！他今天持续把生涯首林书伟来 set play， 好 ，Mitchell， 挡了之后的位置，林书伟大号的三分球出手，哟！